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 MIB Ambient Occlusion 当前的这个节点。当前这个节点呢，是用来制作这个 Occlusion 效果的一个节点，我们可以通过它呢来制作出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呢咱们调节起来更加方便和灵活。好了，我们看一下当前呢会应用这个场景呢来进行一个制作。首先呢，还是来点击创建一个我们当前这个节点。我们这个节点呢，它在应用的时候呢也是比较灵活的，它不光能和我们这个 Mantle 下的节点呢能连用，也可以和我们 Maya 的节点呢进行连用。我们现在呢来创建一个 Surface Shader， 我们将当前这个节点呢连接到我这个 Surface Shader 的 Out Color 上。好了，现在呢我选择物体，然后呢将它们做一个连接。好了，赋予我们当前的物体，看一下。现在呢我要做的就是在渲染设置下关闭我们当前场景的默认灯光，勾选我们的 Final Gather， 然后呢我们将背景摄像机调成一个白色，这样的话可以对我们当前场景呢做一个光照。我们现在呢来对我们这个场景呢做一个渲染，我们可以看一下。好，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 occlusion 效果，它呢可以用于这个场景的一个合成，对吧，可以用于来这个和这个背景呢作为这个合成，增加我们整体画面的一个暗部效果。我们看一下当前这个节点下的一些属性。好了，我们首先看一下当前第一个属性，就是当前它的一个采样值。当前这个采样值越高呢，它也就会渲的这个效果越好。例如说现在呢我来调整一下，我把它改成一个30，把这张咱们做一个保存，点击渲染。好了，我们明显能看到我们在调到这个16的情况下呢出现了很多噪波，对吧。当我增加到30的情况，30的情况下呢，我们看一下场景内的噪波的变得很少了，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前第一个，就是一个采样值的一个调整。但是呢我们调整这个数值呢，它也会增加我们这个渲染时间。我们再看一下当前下面有一个是两个颜色，对吧，两个颜色，一个是 bright， 一个是 dark。 当前这两个颜色呢，它是用来控制我们场景内的一个颜色亮部和暗部，对吧。我们可以通过它呢来调整我们整体画面的一个色调。一般呢我们这两个数值呢是不会调整的，因为我们制作这个 occlusion 啊，它就是一个黑色和白色像这样的一个颜色的一个色调，不需要来对它呢做一个调整。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当前的下面这个，就下面这个数值，当前这两个数值呢一般我们在调节的时候呢是配合着调节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前这个数值，它呢是用来控制点的一个采样距离。零呢，当前它写的这个零是一个无限，无限大的一个表示吧。如果你想把当前这个效果呢做的稍微这个这个点的距离啊做的稍微小一些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咱们现在设为一个 0.2， 我把这样做一个保存，我们再渲染，可以看一下当前它的这个效果就会发生变化。看一下它 0.2 的情况下呢，它也就不会计算我们当前球体和地面之间的这个距离了，对呀，它也就会直接计算它这个内部的一个距离。这个呢就是当前的一个点的距离，比如说改成一个1，看一下，这个是一个1的情况下，和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情况呢是不一样的。看一下，因为之前的咱们是一个0，对吧，0是一个无限大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呢是咱们当前的这个数值的一个意思，就是点的一个采样距离。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当前这个数值，当前这个数值呢它是一个过度的一个加强。例如说现在呢我把当前这个效果呢归零，我们再来选一张一个当前这样的一个效果，把它保存，然后呢咱们把它调成一个 0.1，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前它这个整体数值的一个变化。好了，看到它现在呢就把当前这个黑色和白色这个过渡呢怎么的做了一个加强，对吧，做了一个加强。如果咱们把当前数值改成一个1，我们再看一下它呢就会
增加它这个过渡效果。看一下，增加它的过渡效果。保存改成一个二。好，我们再看一下，对吧？也就是说呢，它会把一些特别重的地方呢和一些特别亮的地方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这个呢是当前咱们这个数值的一个作用，它就是来制作这个过渡的一个过渡的一个加强的一个效果。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当前的这个数值，当前它呢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点上呢来添加这个环境节点，环境节点啊，我们可以把它调整到一个一，看一下，调整到一的情况下呢是添加这个环境节点，看一下，如果调整到二，我们看一下，它会变成一个像这种法线的一个贴图，像这样的一个颜色，我们点击渲染可以看一下，当前上面的颜色呢是根据我场景内的这个 XYZ 轴所决定的。看一下内部啊，看一下咱们这个内部它的朝向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它显示的这个颜色呢也是不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呢它是一个按照我们当前轴向的一个显示呢来显示当前它的一个颜色。二和三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会有一个微小的一个差别，很微小的差别。看一下，我们这个颜色明显就变亮了，是吧？一个微小的差别，基本上意思呢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显示方式不一样。这个呢是咱们当前的这个选项。然后呢再看一下当前的这个选项，它呢和我们当前这两个数值呢比较类似，它是我们当前黑到白的一个过渡的速度，它呢是一个速度值啊，我们可以渲染看一下，把它呢咱们归零，0.8，默认的是一个0.8，保存这张，然后咱们把当前数值变得小一点，0.1，保存，我们再看一下，它就会变得，看一下，不是很明显啊，不是很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把它调大一些，比如调到一个二，默认它给的是一个一，我们调成一个二，看一下，再大一点，20。我们之前的操作的不对，我们需要把当前的这个点距离，对吧？这个点的采样距离要加大，这样的话咱们才能看到当前黑色到白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渡，对吧？让它明显一些，咱们把它加到一个一，看一下，加到一个一呢，咱们现在呢来渲染一张，看一下当前这个效果。好了，现在呢出现一个这样的效果，我们点击保存，然后呢我将当前的这个距离值看一下，这个白色到黑色的一个距离值呢，咱们加的大一些，比如说咱们加到一个20。我们再来选一张看一下。好了，现在呢我们来对比看一下，对吧？有很明显的变化，就说明呢这个白色到黑色呢做了像这样的一个过渡，对吧？做了像这样的过渡，这个呢就是咱们当前的这个数值的一个作用，它就是制作这个白色到黑色的一个过渡的一个速度。好了，这个呢就是咱们当前这个 occlusion 节点下的一些常用数值。这节课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